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实况。那么今天的队伍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队伍。那么这个队伍是，起码是我录的时候，最近这段时间，不是，没有大嘴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有一个 GG 拿到爬到有第一的队伍。那么除了这场实况，我还有一场录像。那么看一下这场实况时间有多久吧，如果比较快的话，我就顺便把录像放上来吧。那么因为那场录像非常非常长，那么我可能给大家看个20回合左右的样子吧，我也不知道看多少回合。那么看一下实况怎么样先吧。那么这个，那个录像是我昨晚打的，那么就还好对方非常仁慈，在一个钟打完之前点了投降，不然的话，如果真的要打不算一个钟的时间的话，估计打两以一个半钟到两个钟应该可以，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么不说。那么这个队伍的我问，因为我不是特别懂这个队伍为什么要这么组，那么我就问了一下别的一些狙击，那么他们告诉我呢，这个队伍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，但是还是能赢。为什么这么多蚊子啊，我操，我刚才在这解说上面那场比赛之后就被咬了好多口啊。好，那么这个队伍的话，大家看到，那么非常没有特色，除了那个许愿星之外，所有东西都是常规配置，没有任何特色的。那么但是许愿星就是唯一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带了专属破命愿望。好，那么破命愿望呢，主要是用来破兽的，那就把那些那个仙系逼走啊，比如说把钢鸟逼上来，那么就会用10万打，或者把勾魂逼，那么就把那些什么勾魂或者扭，就是如果你有那个 Doom Desire 的话，你可以面对现在正常的那个 ABR Store 的话，可以把牛拉逼走，然后要么就把勾魂逼上来。那么如果勾魂上来吃东西塞尔是挺疼的，配上如果你有兔子在场上的话，那么对面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处境。好，那么主要就是要是用一下这个东西塞尔这个队伍，但是面对实际东西这好像不是特别好啊，主要是用来破兽用的。那么好，那么10万冰封金冲还有东西塞尔，那么努力的话，这速度是加了267速度，真奇怪，这是为什么加了那么一条那么特别的线。好，那么这个速度估计是比那些260多速的东西要快一下，那么样子，然后极限特工，然后剩下就堆在 HP 上，而且 HP 为什么不是奇数。好，那么皮克西的话，这个皮克西，我觉得这个皮克西如果有冥想的话，这个我会打起来会舒服很多。那么轻那个就是没有冥想，那是没什么。如果我昨晚就像昨晚那把，如果有冥想的话，我感觉会舒服一点，但是就是没有冥想，有点不习惯。那么地鸟的话，轻雾地鸟的放电热风还有 roost， 那么大家看到那个标记师，这是一般是有觉醒兵，但是我把觉醒兵忘了。那么努力的话好像是那个25216862020的努力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那么好，那么就是这样，常规的袭击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那么这个地鼠，那么地鼠的话，是没有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有个岩钉，应该是我弄的时候弄错了，然后对，这就是搞错的地鼠啊，这是那个特耐地鼠来的。等等，我把这个地鼠拿走一下先。怪不得我昨晚用的时候，为什么这地鼠伤害这么低？那个是特耐地鼠来的。然后就是那个 QA 的那个兔子，等一下，我选一只 X 格先。我地鼠还是很多的，但是它基本都是挖沙的呀。这是特耐地鼠来的，怪不得。我昨晚把自己坑成什么样子了？等一下啊 ，Let me see， 这地鼠是，这同样也是特耐的呀。这是 Sunrush 的 ，Jolly 的呀。我不喜欢 Jolly， 我喜欢固执，但是，好像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，那么只能这样吧。但是这只好像也是特耐的呀，这238速度，这绝对不是那个常规速攻向的。难道我没有一只正常的那个速攻向的东西吗 ？Let me see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两只努力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我操，好吧，那么没办法，那么我们只能坑一下自己了，我们选择这只吧。那么我来戳对手。那么我这次居然是开头之前，开居然是那个开头之前我就
这边叫是叫这个吧，错了。那么我是对战开始先录这个开头的，一般我是对战就打完之后再录的，因为对面一般都会掉，然后希望这次如果不掉的话，我就不用把这后面这部分剪掉了。然后我一般用忘了剪掉这个，因为对面掉了，然后我们再浪费时间这那一两分钟。那么最好就是不掉吧。感觉不掉的可能性非常低啊。哎，居然没掉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么开始吧。拍个照。哇操妈逼，哎呀，为什么又要雨天队啊？好烦啊，而且我没有觉醒的火，救命啊，我要哭了，妈蛋。哎，对面掉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，那么对面有变黑吗？还是直接只是被踢了出来？啊，那么我再说一遍，如果对面如果想跟我打的人，你不要跟我，不要。但是我打的人一般我都是随便叫人来打的。那么如果想专门跟我打的人，就告诉你不要拿雨队跟我来打。不要拿任何型，就除了常规那个挂杀队伍，就常规现在欧域的挂杀队伍。那个常规的挂杀队伍，那么的话我不介意，但是不要拿天气队跟我打，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跟你打。如果你拿天气队的话，我还记得有几次我在打那个。我在打啊，没事，我抽他吧。我在打那个欧鱼的直播，就是我自己在录那个欧鱼的视频。我在录那个欧鱼的视频的时候，说啥来着？录那个欧鱼的视频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然后那一天遇到了两个鱼队那一场，然后两场我都直接投降了。哎，真是醉啊！错了啊。好，那么哎，好烦啊！为什么又要用鱼队啊？为什么要？如果我选先有觉醒火就好了。为什么我是冰封？那么我还真不一定打得过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顾着喝水把三脚架撞到了。那么我们所发那个皮克西。主要是很烦呐、啊，因为我又上不了电视播。我懂你了。怎么首发呢？哎，我已经浪费了大家八分半钟了。要不要电脑？还是那个叫啥吧，兔子吧。反正这两兔子也只能踢那个草缸而已。但起码我知道这场会比较短一点。好，那么哎呀，因为我不想兔子首发，就是哎，我不想烦帝国和究竟该踢还是该飞靠。哎，飞靠也是踢啊。他这把我的那个蹲比赛发挥不出来了，踢吧，没有必要 fake。 先不，而且我的血缘性不是特耐的，哎，我如果这队我会不会水火虐一队的自杀踢？我怎么打这么多？哎，
样的。花纹差一点，是因为它有剩饭。它装备怎么这么多？三成多，哎呀，我操！不行不行，打不死。那还是得换，我可以上，那边是 Spadef 的，那人家沃特，要么特奈的，要么是干嘛的？怎么打呢？哎，对，我的那个学员星有十万伏特，不是，上学员星的。等那个，先打完这场再说吧。好硬，真他妈疼！对的，这是正常伤害吗？我对学员星的那个。是特别的，我觉得，如果对面是特奈的话，我们再得吐槽一下特奈那个，差不多正常伤害吧。特奈的那个这个叫啥来着？先不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烂，因为，那么我们可以，但是现在蹲地赛没有任何作用啊，他会上草缸的了，对面这里绝对上草缸。那么如果我直接上那个电鸟的话也可以，不想多米比赛，但是我很想我用一下吧，但是对面应该上草缸的啊，可能上草缸，哎呀，那么我可以上把钉子清掉，没有决心火，真是烦。好，电子波，不，电鸟，不错。好，那么对面什么猜测说什么学员星有治愈愿望啊？那么直接清木没什么问题，直接清掉。好，直接清掉。哎呀，然后对面这时候吃掉那个，还是半点都不疼啊。啊，多旋球，肯定不疼的。我说雾奈向的，虽然不加的雾奈不是极限的是，对。应该一点伤害。哎，这招还是很帅的。哎，这伤害不错呀。哎，又是那种不加那个叫什么呢？不加特奈的那种人呐。不加特奈非常不好的呀，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啊。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下电，没有必要。那么，对面不走，麻痹了，但倒还好吧，没什么所谓。剧毒啊，居然带剧毒，这是 so 烦。那么我可以打一发那个热风之后立刻跑。那么因为我这里用了放电，对面可能会猜测我没有热风，就有可能会流场。对面是剧毒岩钉放，还有 gyro， 那么有可能有寄生种子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这伤害还不好的是，也就那样吧。然后最后一招是寄种，烦了。好，这波得跑，没理由不跑了这里。那么对面四招也都出来了。这里好像对面不会上螳螂的。那么这是一个上皮可西撒丁的好机会。和费博。好的。那么对面是，对面换走，那么有可能是上雷丘吧，
先破。哎，不管你爱许愿许愿吧，随你便，别听了。扔个，我们可以非常舒服的扔个电磁波去。好，电磁波，电磁波是，哎，这电磁波真的好，但是剧毒。哇操！也太阴险了吧！这。哎，大家快给我下毒！但是对面没有除了毒之外没有状态，所以我真的也没什么所谓。对面有可能会铃铛，但是我也不管，扔岩钉。许愿，你爱许愿就许愿了，关我屁事。那么对面没有理由。其实我自杀梯是个不错的，我可以直接上来自杀梯。那么，那么对面是没有保护的，对面是剧毒岩钉，还有啥来着？我不敢直接跑啊！对面这种，哎，我不应该说对面这种人，因为好像这有点冒犯。就是对面这种选择的话，应该不，哎，我怕他就会流场。然后如果我上兔子的话，这是太冒险了，直接上兔子的话，因为对面很可能会摇铃铛。好的，那么其实这个铃铛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一发蹲地赛，纯粹是为了把一些的。其实这发蹲地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我还不如金冲强打还好，金冲强打伤害应该会更高一点。哎，上雨天了，好吧。好吧，那么其实我应该金霜强打的。我知道对面不会知道我有十万伏特，但是如果我是对面的话，我会上啥？那么牛蛙很有可能是特那么点金冲，金冲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直接换走，好吧。哎，烦了。那么，我没有任何机会把他带走的，想多了。哎，这伤害也不错，我CT了吧？哈哈哈！哎，想多了。但是等，我看一下伤害先，9270。Modest Psy Shock， 我想看一下冰封伤害是多少。青冲，哎，还是冰封有可能会高一点，但我觉得冰封会高一点。还是那个 Doom Desire 的伤害，我要不要再上一清雾呢？上电鸟吧。对面是雨队的话，好多东西吧。但是这个回合结束，对面就要出道，吃到蹲地赛。我不想这回合，如果下个回合还给我对我更好，肯定。好的，那么这伤害也是挺不错的呀，说真的。清雾，这个钉子留着是对我不舒服呀。
对面不在乎钉子，但是如果我是对面的话，如果我是对面的话，我会跑，因为我有热风可以把你打死。进入吧，我不想留着钉子，果然跑了。那么刺龙王要上来了吧？螳螂啊，螳螂，螳螂，螳螂特耐那么差，那不能说那么差，只是不好。那么电鸟作用也不大了。哎呀，早知道热风打上去，有热风可以两发肯定可以带走。为什么不是静电电鸟啊？静电电鸟没有侵入。嗯，那么好的，那么对面的 mega 螳螂，哎，做个两倍的，为什么不用放电呢？放电的话，放电的话是120，你热风的话是大概是多少呀？90吗？90乘二180，对面不会傻傻的让我用热风打你吧？我不认为这发热风能打到他身上。那么如果我是对面，我会上，所以的话，我觉得这里那个放电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主要是打不到他牛蛙身上，没办法快速弱化他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把对面这个，哎，然后对面愿意吃下这发热风，除非我这发他是加很多特耐的那种类型，哎，不是，嗯，有可能是什么啊？我已经清掉了呀，难道是点错了吗？我已经把灯给清了呀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么绝对不是那种那么的特耐的类型，就是等等它的。放电肯定可以打死，放电，我也不放电。但是真的是上先布的好时机，乖啊！其实那个我说真，我的攻击赛还是发挥了不少作用的，帮我挺好的弱化了他的什么还来着？叫啥来着？他的草杠，对，这个对我的 rain matchup 的确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。那么这里上山号呢？我是对面的话，我会干嘛？我会上龙头地鼠。不是说我会对面，我是会干嘛？我说我会上龙头地鼠，不让他接力出来。那么你可以上满血那些东西，但是上残血那些东西会被我一发地震带走。那么对面应该是加满特耐那种类型的，那么可以再次说明一下，加满特耐是非常不好的，没有任何，因为你特耐本来就已经那么高了，然后本来该吃的东西还是能吃，你不加特耐的话基本还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像这样，你没有加特耐的话，没有加雾耐的话，你好疼啊 ！CT， 好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加那个随你便，你爱选就选，没有加我说啥来着？你没有加雾耐的话，你很多东西吃起来疼很多。你看我这个没加多少蜈蚣的都能打你那么疼，我应该没加多少蜈蚣。又点错了吗？哎，对面应该是比较新一点的。那么我可以继续点地震，没什么问题。他的龙王是麻烦的，即使我打得好，对方打得再好，那么躲龙王的话，对付办法好像只能上电磁波了。你看，这其实这是其中一个问题。你这在这个对一的话，你没有必要治疗状态的呀。你这个雨天的话，你不能打输出的话，你没有必要打了这样。你不能强攻的话，就没有必要用这样的队伍啊！哎，这发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对面有可能是特耐型的。那只仙波真的非常拖自己的节奏的。
好的，那么如果意外你想回放，也只能放到下一次去了。那么没理由不继续地震，它炮会草刚上来吧。那么我这个东西不能炮灰的。好，非常好。那么我可以上我的那个皮卡西，没得了皮卡西。是这点。好，那么问题是我炮灰什么？洗衣机吧，洗衣机没什么用。那么我也得垫反的呀，我绝对不会给他 landing 了的机会。好了，那么如果他上，还好，至少是不是专业的呀？要冲！如果他上宣布的话，我再 split 冲着。这差不多吧，专业的。我最后让他死。Actually 是，我把他换的话，没必要送，反正我是要上来送的。好的，有可能打中的话。因为我是上来送的，所以没所谓，但是我 miss 了，没所谓。还是有点伤的呀，但是因为有机会把他打死。打雷。那么我得想下一只送什么，下一只送巡星吗？对面有可能是七幺的，因为他已经那个是专业的话，这很有可能是七幺的，真的。那么如果是七幺的话，我有可能这把就要输了，因为是七幺的。不是啊，那对面是什么道具？雷板吗？还是剩饭？但是剩饭没有意义啊，他年代也就那么差，你回不了血。对，今天有美剧了吗？打开视频。对面再次要水系统就上来了，但是炮灰什么呢？对面还剩啥？反正就是看对面剩啥，我不能炮灰血型，我不想炮灰血型，我想再打点多次那个什么东西上来。毕竟他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嘛，我可以炮灰我的兔子皮克西。电脑没有，电脑都没有，是不是快没了呀？你看，今天有 bones。为什么点 skull 的呀？对面还有雨天吗？不记得了。还有那么是得上皮克西。扔出一把电磁波，那么对面上谁都亏的，所以无所谓。那就是 yes。那么这把还是比较稳的。我靠 CT 了，我刚说出来就打脸了。你妈呀，这把有可能要跪呀。这把是跪了呀，对面炮灰他的那个这我们的好吧，那么就是这场就输掉了啊。我好伤心啊。那还有啥？是100%输掉吗？兔子有没有可能吃下一发？这是什么？我去。那个有可能。
哦，没有可能。好吧，那么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这把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队伍对于那个这个队伍的 Rain Matter 比呢，本来就不是特别好。这个是叫躺了，那么炮灰选址，没什么好说的啦。175，我靠，居然没死！啊？为什么是伤害这么低啊？为什么这伤害这么低啊？我讲道理，为什么这伤害这么低？这伤害低得离谱，拖不完的啦，已经是。因为现在拖了两个回合，对面先是八个回合吧。讲道理，拖得完吗？拖得完吗？对面还有，哎，我不记得了呀。对面是，等一下，如果是我悬行拖了你，悬行拖了两个回合，兔子飞靠，那个再飞靠，哎，你牛蛙是乙石的吧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不是修当？修当上面。就会告诉我还剩多少个回合啊。那么对面是雨石，那我有 QA， 但是如果我炮灰那个刺，我必须我的飞靠加我的那个什么东西一起 CT 才行，我的 QA 加我的飞套一起 CT 才行，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打，你输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插上我的充电器，哇靠，手机好热。哎，没办法。那么最后输掉，没办法。那么输掉3-0，那么没什么问题。像这场打的也就是那样吧。我输在哪里呢？可以想想。除了那个 CT 很关键之外，我觉得我打的还可以了吧。前期已经磨到我能炮灰一只那个推滚，也到了我能炮灰一只，就是上那个我的基本部署已经完全达到了。那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改的更好的地方。我打的也比较稳扎稳打，对面的队伍也算比较不好。然后没什么，我感觉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么，我想想，好像也真的没有什么。我觉得我打的还过得可以了呀。赤龙王。因为我上电磁波的话，生肖可以直接用地鼠就推了，现在没有东西吃一下地震了，没什么，我想不到。那么如果大家能看到我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的话，就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告诉我吧。我觉得我这把没有什么特别都可以改进的地方。基本部署已经完成了呀，我的草缸破了，他的螳螂血没了，然后如果我能上那个电磁波的话，剩下我就是能用那个东西一波流推了。然后他之前也没上龙王，可以让我用那个飞靠来弱化他，直到我能用那个飞靠加 QA 收掉，好像也没什么了。
哎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好奇那个 Q 那个飞靠实际伤害应该是多少？那么如果他是飞靠打的好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龙王出去打不少耐久了。哎，我操，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对面你龙王究竟加了多少耐久啊？刚才那方，我觉得那方飞靠打的好少啊，才打了两枪。那么如果对面因为是 Modus 速度，哎，对面没可能比那个龙头地鼠围巾要慢的。刚才那方，那么如果打40 HP 怎么 defense 的？这是为什么？翻倍之后是520速度，520速度就比围巾什么水马要快，好像是。等一下，围巾三。What is 520 divided by 1.5? 346，那么对，比围巾水马要快。哦，那么飞跳的话应该是24-28。为什么刚才那发的好像只打了两场啊？那么我觉得唯一有可能就是，但是也没有理由啊，因为即使我先炮灰那个兔子的话。如果先炮灰兔子上那个给冰封，哦，对吧？加满血的呀，故206。206速度的话，你想 X 克九，怪不得那么低。X 克九306，哎，206，翻倍是412，那么我这个是302加，我靠！如果我是真正围巾的话，有可能可以把它杀掉的。对面是非常不好的配置，好吧？哎呀，但是我拿了一只特耐龙头地鼠，那么好吧，那么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也就是这样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那么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别的一些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